对，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平时吃草莓吃的很多嘛，待会儿每个人都会尝这个草莓，莱阳梨。哎，接下来苹果，莱阳梨不如维康萝卜丝。没错，接下来补尝萝卜。来上萝卜，水果王。上萝卜，上萝卜。好啦，好啦。好好好，这位闭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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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闭眼啊！把嘴 open 大一点，对，特地给你挑了块大的。闭眼睛啊，不能睁眼睛啊！这一块下去之后吧，半省半底。我靠，一块这样这样。哎呀，连锅，你才吃了一半呢，你这一半要留给谁？三分犹豫犹豫。哎呦喂，紫心子，紫心子，哇，真的好厉害呀、啊！到底是莲雾还是紫心子呢？那吃了过后就没了。确定一下，确定一下。莲雾甜的，莲雾。水分大，甜。不坚持。莲雾，水分大，甜。莲雾。莲雾。再确定一下。真的答对了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好厉害啊！好，这样小朋友，我们小朋友闭眼。我还有这张眼睛，来，哥给你一块。他做了试试，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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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半了。赶紧挡住，挡住！我抬。闭上眼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给你换一块。哈哈哈哈小朋友。换别的，换别的，不能闭眼睛，闭眼睛。来呀，千万都不能给那个。哎，咱大口的。好嘞。接着，接着，接着。要。还冒液气呢。嘿。还有野气儿啊！还有野气儿啊！这是没死的，紫心果，紫心果，小朋友，你不能欺负小朋友啊！啊，这是不是水果？是，前面喷什么？你知道你馋要不你把那边要吧？是翡翠果吗？是，那个我们是属于果的一种。对，这你叫什么？什么什么桂子？什么什么枣？什么枣来？看到没有，小朋友这个不能骗的。最早对不对？肯定叫不是观音，叫什么？对呀，这个叫，好不好吃？好。你喜欢多不多？还想吃不？我哈哈哈哈。这孩子真是给家里省钱呐！好，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。我们的黄衣女士，您来吧。啊，我怕喷水门。啊，行，好。好、哦，哎呦。这口大啊！这第一个口大。要严格监督。你俩睁开眼睛了呗？这是什么？怎么样？莲雾，莲雾是吧？为什么那是莲雾呀？你不再考虑一下吧？真的，现在前面五位全是答对的啊！你不要再考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想想吧，我们怎么可能会给两次莲雾呢？对呀、啊，怎么可能？凭我们俩的智商，这是可能吗？对不对？看一下最后一次机会啊！三、二、一。咱俩忽悠没成功，没成功啊！恭喜三位，全都答对了。今天上台的六位朋友全部答对了，对啊，赶紧领奖。